警巡逻到一半，发现路边一台车辆很可疑，立刻上前盘查。果不其然，站在车外的男子就是警方锁定的窃盗通缉犯。警方上前将他压制在地。 男子被逮时还装傻，但他犯案的监视器早就被调出来，拍得一清二楚。好，你好，就是他。咦啊，这明显的，真赶快呢。哎，我赶快红掉。狡猾的他开着车停在路边，下车后开始变装，戴上口罩、帽子，试图掩人耳目，接着用走的穿梭大小巷子寻找行窃目标，锁定车门比较好开的老旧车辆，偷走车内财物后马上落跑。 好像有换鞋子哎，他换鞋子哎，鞋子也换。嗯，嫌犯不但变装偷窃，还冒用女友的名字租车，开着车四处犯案。光是南投就一连偷了三部车，而且都是选在晚上的时候下手。利用其女友及身份证主任车辆，在本辖区寻找作案目标，作案过程以头戴鸭舌帽、口罩、识别包方式掩人耳目。 嫌犯自以为变装犯案，天衣无缝，但警方早就盯上他，以车追人，通缉犯当街被逮。谢宏杰明南投报道。